分分秒秒静静中。亲身力行佛真理，体悟真法得欢喜。这边的亲身力行，亲身我们先用人的手势来代替，从自己的左胸前往右前方拉出去，这代表是不管是自己或者是别人，只要走入佛门来修行都要殷勤精进。所以这边力行的话，我们右手握拳放在左手手臂，然后左手往上一提，这代表是勤劳的勤。佛真理，我们比佛陀的佛，然后真理就是代表真法，所以我们右手大拇指在胸前往上一提，真实的真，然后在佛法的法。下一句，体悟真法得欢喜，这边体悟就代表是领悟佛陀每一样的教法，不管是小圣、中圣、大圣，都能够透彻的入心。所以我们这边是开窍的时候，是右手大拇指、食指微微扣在一起，往右太阳穴一弹开，记得掌心要朝前，这代表是开窍。真法得欢喜，这边我们打真实的真，然后法得欢喜就是很快乐、很欢喜。好，这两句我们再来一次，亲身力行佛真理，体悟真法得欢喜。